节目《乘风破浪》三进行成员分组，其中吴谨言的人气相当高，同时间获得两位小队长王心凌、Jessica、郑秀妍争相力邀加盟，令他顿时陷入两难。最后他心仪王心凌组，更心急女焚的好努力讲出几句英文向 Jessica 解释，这一个画面令他火速登上热搜。 Jessica 力邀吴谨言加盟，一开始四位小队长选择心仪人选时， Jessica 就走向吴谨言的方向，拿出戒指邀请他加入，不过他似乎想再做考虑，非常努力用英文表示，如果我选择你，我要跟你走，让我想想，等一下。而此时在另一边的王心凌眼见他们似乎在清谈，发觉不妥，于是立即走上吴谨言的方向表示，我先说，我想我们两个王心凌、阿萨、你、天爱、阿娇，我觉得凑在一起会很好看，不管是唱跳唱秀。而 Jessica 也是想组一团唱跳唱秀团，顿时令吴谨言觉得两难。王心凌毅力邀吴谨言加盟，吴谨言陷入两难。在未决定的时候，吴谨言觉得好难选，在跟好姐妹张歆艺倾谈时表示，好纠结，想跟心凌再合作一次，有点难受，最害怕这种东西。不过张歆艺认为没有多大件事，跟随自己心所选就好。最后在做出决定时，他则选择了王心凌，而他当下立即向 Jessica 解释，再一次好努力地用英文表示，我一直在等心凌。最终他同王心凌、张天爱、阿娇、阿萨一组，交汇一起唱跳星星点灯。而吴谨言很着急的好努力讲英文拒绝的画面急登热搜，吴谨言选队长急出散装英文成为大家热门讨论话题。张天爱抱大腿拒绝郑秀妍选择队员时，阿萨和阿娇旗帜鲜明地跟随了王心凌。吴谨言原本打算与王心凌组队，后来却受到同样高人气的郑秀妍的力邀，他内心纠结一番后，终于强调，我一直在等心凌。最明显抱大腿的就是张天爱了，之前还和郭采洁、薛凯琪姐妹情深，泪眼朦胧，这一次却坚定不移地跟在了王心凌身后，绝口不提郭采洁、薛凯琪的名字。成为队长后，王心凌按照谭维维当队长时的方法，连夜制作 PPT 为队员解析歌曲，非常认真尽责。因为队员们有其他工作，他居然自己排起了时间表，尽力调配好每一位队员的排练时间。后来阿萨告诉他有工作人员专门负责这件事，他才长长舒了一口气，表示我刚才一直分心这件事，舞都没练好。王心凌组的成员有阿娇、阿萨、吴谨言、张天爱。除了张天爱，吴谨言的唱功一般，从身高到颜值，他们五人都非常搭调，就看对星星点歌这首老歌如何改编，呈现出更好的舞台效果。